等一下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练气功。那你们怎么在穿一样的衣服？对呀，这是我们气功协会的制服。气功是什么？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你说不定不知道气功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很幸运，因为我们开车去练气功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些跟气功有关的研究。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新发现。气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保健、养生、祛病的方法，透过很多特别的动作可以做到这些事情。如果你想练气功，练得很好，要特别注意看我的动作，然后做相反的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的样子有点呆板，这并不是气功的目的。但是透过多一点练气功，你可以让你的身体更轻松，让你的动作更流利，让你的心神更和平。研究了之后还有些问题，所以我去问老师。那练气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？练气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？你练气功的时候，你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又汗又满的，所以你就必须，你不能 no don't angry 啊 don't angry OK 好 so 来啊，然后练气功的时候就是要 really 轻松，非常轻松，轻松，非常轻松，就是非常的没错，你就必须要很那个很舒服的去练。好，另外还有，那请问你气功练多久了？30年。对，对，你就必须要，经常要很。说话但是很辛苦的，很努力的去练。好，谢谢方老师回答我的问题，然后我希望以后可以学到更多关于气功，因为我对气功非常有兴趣。还有谢谢你们看我的影片，下期见。